欢迎回到我们 Love Tom Ford 的主题派对的直播间。新进来的宝宝们，首先请记得关注我们 Tom Ford 的直播间，好吗？此刻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大帅哥龚俊，欢迎你。哎、小刘同学，你好，你好，你好，老温，你好。谢谢。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俊，很开心来到 TF。釉色派对直播间，是的，哦，釉色啊，纯釉的釉也是诱惑的诱，嗯，你知道吗，龚俊，就是今天有非常多的粉丝，首先是想让我转达一份爱意给你，他们等了你很久很久，所以你要不要先跟你的俊卫仙们再说几句？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喜欢我的朋友们，还有喜欢啊张老师、各位老师、其他老师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对，是的，那此刻是这样的，其实张老师呢，因为他前面有个工作，所以呢，他现在正在为我们去拍摄大片，所以我们先请龚老师带我们接接蜜，好不好？是的，是的，我现在大家接接蜜，张老师待会儿就来了。对，张老师等会儿就来了。好的，那我们先问一下龚俊哈，今天来到这个现场，你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大家应该看得到吧？这个背景，这个背景非常的给人一种高级感，就像咱们 Tom Ford 调性一样，非常高级，非常时髦。哎呀，说到这个高级感，你知道吗？前几天我看到你为 Tom Ford 拍摄的大片。就是一抹啊红唇的感觉。是，不瞒你说，我也觉得挺好看的。我觉得很高级。如果那张照片除了高级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感受传递出来？还有，因为那个色号是03奶咖色，那个不瞒大家说，那款已经卖断货了，买不到了。龚俊同款色号。没有，不是我，哎，是也算是我的，对，也算是我同款。嘴角都还有一点。是，也算是我同款色号，已经卖断货了，是。对，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发起来那张照片，龚俊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是绅士，是帅气，是阳光，是性感，是诱惑，都可以啊。是都可以，那个颜色非常好看，其他几位老师也拍了。对，都拍了那组大片。怎么会想到这个动作呢？是你自己想的还是？我团队有给我建议，然后说抹上去试一试。我觉得这样，抹到手臂上也挺好看的，就这样划了一下。哎呀，龚老师的团队好会啊。真好，那跟我们 Tom Ford 其实算是正式第一次合作，对不对？哎，对，其实算是第一次啊，挺开心的，也挺有缘的，能跟 Tom Ford 合作。对，我们特别希望品牌爸爸能够以后多多邀请，多多合作。对，龚老师和张老师要多来啊，对，不管是品牌活动还是直播。是的。好。什么？哦，这个是吧？好，我们先要问一下我们这个龚老师，那么多的色号，我相信因为合作，应该你有所了解。刚刚你说到03号奶咖色。对，然后你还知道别的颜色吗？知道。哎呀，我非常了解啊，咱们 Tom Ford 的一款王牌色号，16号色，斯嘉丽红。哇，你这个都知道？是，我来之前做了功课的，因为那款产品，在咱们 Tom Ford 销量非常高，而且非常红。用完之后非常红。非常红，红红火火。我们要祝龚俊老师的事业也要像。斯嘉丽红一样红红火火。谢谢。龚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们拿着这款你 pick 的16号斯嘉丽红？这款也是我们 Tom Ford 的确在无论是唇膏还是唇釉方面都是经典的王牌色号。是的，大家看到哈，这个颜色非常的大红，很飒。很飒，哇，适合御姐。适合御姐。对，适合御姐。那也就是说，如果以后粉丝们想要讨得龚俊的欢心，可以涂16号斯嘉丽红。俊卫仙们可以吗？那就看我心情。哎呦，有可能他还会喜欢69号，这还有一个豆沙玫瑰色。豆沙玫瑰有可能哈，还有一个新款03号色，就是这个你涂的那个。对，这款是新款，叫日杂奶咖色。好专业哦，哇，真专业。好的，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好多的活动，我们要跟着龚俊一起去探秘。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今天龚俊在之前有帮我们会做一个你的唇印，对，我们会拿一张卡片给你做一个唇印，然后呢，我们稍后会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给大家来截屏，有可能会变成新一代的表情包。用唇印做表情包，这不大合适吧？就如果马上520要到了。可以用来他们作为表白。好的，大家不嫌弃的话，那也是可以的。我们太喜欢了，这个要拿个东西裱起来，对不对？
好的，那工具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吗？因为等会我们要在红毯上再见了。分享一下，那大家就继续关注，继续关注直播就好了呀。后面还有更多的老师，好几位老师。哎，那我先问一下，你的这个演唱会什么时候能进行啊？山河令演唱会？是我的演唱会，是见面会，是山河令的。对对对，见面会。见面会什么时候会有啊？在苏州啊，下个月初，很快了。大家，哎，其实票都已经抢完了，能抢到票的各位，同学们哈，运气非常的好。那如果没有抢到票，有直播吗？有，哎，可以提吗？哎，可以提啊，在优酷直播，大家继续预约起来。预约起来啊，预约起来。虽然是苏州不在上海，但是很近很近，大家都可以去，对吗？对。好的，我们谢谢龚俊老师。哎，谢谢。稍后见，稍后见，稍后见，谢谢。拜拜。一会儿见。接着工作了，拜拜。对，辛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汤货的世界，这里是 Love 汤货的主题派对的现场直播间。那我们龚俊已经来到了我们现场直播间，跟我们的天猫的直播间的粉丝打个招呼吧。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俊，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 Tom Ford 的活动现场。那新进来的粉丝记得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加入会员，那今天可以享受更多的会员礼赠。那刚刚在龚俊在现场有选出了第一眼吸引到您的这个色号，是我们的16号色的斯嘉丽红。那可能有很多新进的粉丝还没有看到这个颜色，我们再为大家去介绍一下这支颜色。好，那如果想要去 get 到这款龚俊同款的这个唇釉，可以去我们的28号的链接。那我为大家去试一下这个颜色，哎，好吗？我试在我的手臂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哇塞，好红啊。对，这是一支我们的王牌色啊。大红色王牌色，王牌产品，汤货都非常非常的适合。是的，用上之后就是秒变御姐。对，那其实因为马上就520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约会的这个时间了，所以我们也想说请龚俊帮忙我们其不同气质的女孩子去挑选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唇膏的色号。那首先比方说是那种霸气御姐型的话，您会推荐哪一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16号色啊，正好是适合御姐啊。哎，虽然它非常红，但是涂上之后又不会让这个男生啊不容易接近，就是还是会虽然有气场，但是还是有亲和力。是，所以呢，刚才我们龚俊为大家推荐的一支我们的霸气御姐型的话，不妨去选择我们刚才为大家去试到的，也是他刚才第一眼能够吸引到他的这一支16号色的斯嘉丽红。那如果说我们要是选择一些这个元气少女色的话，您觉得应该推荐哪一款？哎，我刚才说过是03新色号，03，哎，新03日杂奶咖色，我们也为大家试一下哈，看一下这个颜色。把日杂奶咖色，对，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投一个近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个是非常大红，然后这个呢就是日新号零。唇膏的话会给人感觉什么样子？这个女孩子，可能是一种比较温暖的小清新的类型。一个呢，如果你想要霸气御姐型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16号色。嗯，如果你想要温柔一些、元气一些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03号色的日杂奶茶色。好，谢谢龚俊。哎，谢谢。好，那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两支唇釉的话呢，可以去我们的28号链接。那今天如果购买两支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特别为我们的粉丝去赠送我们的随行的精美首饰盒。哇，这个首饰盒它里面还会有个小镜子。哦，对，时候呀，或者说是它这个也能放口红吧？对，也可以放，但是它这个可以放我们经典的这个16号色的这个唇膏的，这么我们可以拿下。是，黑管的就是我们经典16号，所以刚才的斯嘉丽红除了我们的这个唇釉系列，我们还会有一支经典的颜色呢，其实都比较适合我们刚才说的霸气御姐型的，你也可以薄涂也可以厚涂。对，气场全开。好，那我们有听说是我们有听说这个看到了很多您的这个视频啊，有说您的鼻子非常的高，所以在戴面纱的时候都不会衬上，是真的吗？哎，真的。确实是哈，但是我之前拍戏的时候没有发现，就是这种开了放大镜的这些观众朋友们、网友们非常眼尖，但当时那个面罩就这样的戴上了。侧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您的侧面，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我的父母，也生了一个这么挺的鼻子。
所以其实拍戏的时候我们带妆的时间也会非常长嘛，所以很考验我们唇妆的这种持久力。就是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口红防蹭的这种小 tips 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口红，我拍戏没有擦口红。因为啊，拍戏没有擦口红。对，活动的时候我会擦口红。因为其实也对，活动的时候擦口红。您那个，您今天涂的是我们的日杂奶咖色，就是刚才的这支颜色是吗？是的。哇，其实您涂嘴上的时候，其实唇色显得气色特别好。是的，因为拍戏它要生活嘛。嗯，对对对。那个男生呢，就是你活动的时候可以涂上，然后提亮肤色。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这款唇釉也不得不提一下，是说它的质地非常的丝滑，而且的雅而不干，并且的话它可以持久不脱妆。所以现在其实大家戴口罩啊，如就是应该要选择一些不脱妆的唇釉的话，不妨可以选择这个。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来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好不好？好，来。好，那我们刚才就您有第一眼看到这个16号的斯嘉丽红，那我们来这个不同的这个关键词，让您去选择一下。行，好，比如说，温柔或者飒气。16号是吧？对。那我刚才都说了，飒气啊，太简单了是吧？那日杂或者欧美。日杂或者欧美，欧美。欧美。好，那冷调或者暖调。暖调吧，暖调，暖暖的感觉。嗯，所以呢，其实16号色这个斯嘉丽红啊，如果大家去选择，可以选择28号链接。那刚才我们这个龚俊有为大家去选择，如果你想要这种飒气一点的，或者是想要画欧美妆的，或者是喜欢这个皮肤，比方说暖调的肌肤，其实你选择16号色的话呢，是非常适合你的。好，那今天如果购买两支妆的话呢，还可以赠送我们刚才的这个精美的礼盒。啊，我们刚才的这支精美的这个我们的放饰品的礼盒里面还会有个小镜子。好的，那谢谢我们龚俊分享。那我们其实龚俊马上也要回到我们活动现场了嘛。那我想今天因为有粉丝特别多的粉丝就是来换直播间欢迎你，那我们想给我们的直播间的粉丝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小礼物好吗？所以我们想请您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卡片上，就是我们唇釉派对的这个小卡片上留上您对我们的粉丝的一些祝福也好，或者说你想跟他们说的话也可以。好。哎，用口红画是不是？对，可以用口红画。好的，我希望大家都，这是16号色。对，16号色是您刚才选的这一支。大红，大家都大红，发财，签名吗？对，可以，请您签个名。好的，谢谢。这个口红，哎呀，糟了，弄成这样，有点浪费呀。一会儿呢我们会为我们的粉丝呢送上这个特别的礼物啊，是我们龚俊为大家特别准备的。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个非常荣幸请到龚俊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我们一定要送出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先要送一波粉丝福利给大家，那么我们会抽一波奖，然后赠送的是我们的16号色的正装的这个唇膏或者是我们的唇釉，各随机会发放。对，随机会发放。另外还可以获得就是刚才龚俊为大家亲笔签名的他给到我们粉丝的，我们说大红发。好，那我们来说一个我们的口令好不好？好，什么口令？我们的口令叫龚俊时同款16号色，好吗？龚俊同款16号色。龚俊同款16号色。好，龚俊同款16号色可以刷一下。嗯，一会儿我们会把这张签名的啊，他签名的我们的这个唇釉派对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刚刚有为大家送出的祝福，以及我们会赠送到大家的一个正装的16号色的斯嘉丽红黑管唇膏或者是唇釉随机一支。好，因为我看现在看不到平板啊，来，那我们请龚俊为大家喊5、4、3、2、1。好，准备，5、4、3、2、1，抽。好，截屏。好，那我们第一位的粉丝，这上面第一位粉丝并且答对了龚俊同款16号色，我们就可以获得16号色的斯嘉丽红的黑管唇膏或者是唇釉的这样的一个随机一份，以及这样的独特的这个独家爱心卡片一张。嗯，哎，是哪位？好，那我们一会儿，哎，来了，是哪位同学？是第一个是不是龚俊同款16号色？小清新与冰柠檬。哇，小，哎，不对，错了。啊，不是他，对不起，叫荷包奶昔。